掌声欢迎好久不见的陈小明。哎呀！厉害了，这位巨星是谁？来，把他翻出来。陈奕迅，林强，林强退出，到底是谁呢？请当事人 pose 能不能再来两个？哦，陈小云。哦，哎呀，懂。也不是，哎，陈啊，我知道，陈大天。啊，陈大天。费玉清嘛。一起来欢迎费玉清，俊逸的表演。攀登高峰望故乡。悲哀，我淋湿现在，芙蓉水面彩，穿心影犹在，你却不回来，被岁月覆盖，你说的花开，过去成空白，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，抱入禅意的未来，经不起谁来拆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，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，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，你是否因为百货公司要关门嘛，请你珍藏，应该忘记的莫再留恋，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迎接那崭新的明天，把我
欢迎收看费玉清的轻音乐，我是费玉清，好久不见，让您久等。好久不见，真好听。这个很久啊，没有拿起麦克风唱歌，所以今天呢，这个费玉清的轻音乐里面，当然又重新加码邀请来一位，这个是我的重量级好朋友。谁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好久不见的陈小鱼。我跟你讲，俊逸哈，讲真心话，那歌真的太会唱。我个人也很喜欢听林俊逸的歌，不过也今天哈，这个刚好利用你这个模仿，是我才赫然发现啊，对哈，费玉清先生已经离我没有啦，没有，还没有，他隐退而已。不是，离我们远去，他离开演艺圈了，封麦了，高大哥。封麦啊！钟宪，我在上面的消息是你会比他先到。这不是五棍那边吗？你之外，高大哥跟我讲过，周杰伦的偶像是高凌风，然后他千里之外是要跟高凌风唱的，对。然后全部的他认识的朋友，还有唱片公司、经纪公司都举双手反对，所以后来他来找费玉清。今天来看这件事情，他找费玉清是对的。那我就先走了，走大哥，到底你慢走，大哥，是不赢嘞。